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，我的家乡在四川省汉望镇。我爸爸从小就跟我说，长城特别的威武雄壮，如果有一天你长大了可以走出去，希望你可以到长城上跳一支舞。在2008年那一场大地震当中，我爸爸在废墟外面守了我将近30个小时，从那时候开始我学会了珍惜。